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我们那个吴明思议员执行，执行时间45分钟哦。好，来主席啊，市长啊，咱所有局处长哈，啊，咱媒体小姐先生啊，我敬爱的高雄市民，大家高早，大家好。首先，本席先来请教。咱交通局长吼，那参加咱台北101这个大楼跨年吼，倒数的民众吼，因上想要看什么？主席麻烦局长回答。啊，局长请答复。跨年的时阵，谢谢主席，谢谢吴议员吼。吴议员讲的是台北101嘛？对对，应该是要看迄、要到12点的迄个跨年倒数计时。迄、那个什么？迄个什么物件？技术自己倒数完以上，烟火好、哦、来火，谢谢，来请坐哈、哦。如果倒数的时阵有4、3、2、1完以后咧，烟火无放出来啊，局长啊，你看会安怎？来，主席，拜托。大副，谢谢主席，谢谢吴议员哈。烟火那无放出来，当然是去遐看的民众诶，小寡较意犹未尽啦吼，感觉敢那少了什么东西。啊，不过那是迄当那是有烟火无烟火，应该是首先都拢有公告较对啦。好，谢谢。本色生活应该是足闹开较对啦，吼，因为一般即落拢即卖拢是电子诶物件吼，电脑拢控制了真好嘛吼，尤其咱即卖科技嘛真进步发达啦。但是如果啦，局长，咱的红车顶若倒数5、4、3、2、1完的时阵呢，咱的红车顶无变灯啊，结果这边看倒数器的人已经冲出去啊，你感觉安尼变成什么状况？哎，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吴言哈。那红绿灯那个倒数计时的这个部分哈。当然，咱希望讲，你一般的路口嘛是同款，红车顶嘛是同款吼。咱希望是讲，为了要保护行人也好，还是讲车辆也好，咱希望有两边拢会当有一个叫做全红清空的迄个时段呐。啊，但是咱的驾驶人啊是使用者吼，有当时啊伊会无了解讲这个设计吼，啊，所以也有一个冒进的行为。啊，通常在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我来叫你话，即摆就是讲，像讲我骑奥托拜，我已经看到倒数计时已经一来到零啊嘛，我已经骑出去啊。但是迄边的照你是爱红灯啊，结果是青灯怎烧浪呢？你可能唔知影这个代志吼，来请坐来放这个泡泡音一下吼。骑机车上班途中不幸遭到闯红灯的轿车给撞上，造成他头部重创，送医不治。那么肇事的驾驶事后表示说自己是没有闯红灯的。那么事后清查民政所提供的行车记录器，果然发现事发时这红灯的倒数秒数出问题，让驾驶误判，第一时间冲出去撞死人。行车记录器拍下前方路口红灯，黑色轿车原本还乖乖停在路口，打了左转方向灯，却突然闯红灯冲了出去，事故发生了。轿车撞上直行的机车，力道太强，发出刺耳的刹车和撞击声，机车骑士整个人飞了出去，公车惊险闪过，目击者全吓坏了。事后肇事驾驶宣称没有印象闯红灯，再看一次，原来事发前方的红灯倒数中秒数从3、2再到1，驾驶以为倒数完红灯会变绿灯，事实上却是继续红灯才会闯祸。这一种秒数的认定是有行人在行走行穿线，要请在行穿线行走的路人要赶快迅速通过那个路口，而不是那个机车或汽车使用人在看的。警方表示，红绿灯的倒数秒数只能仅供参考，驾驶还是得等绿灯才能起步。而事发现场一片凌乱，肇事的黑色轿车卡在中央分隔岛，机车支离破碎，零件散落，安全帽也裂开。65岁的机车骑士头部重创，送医不治。没料到初五开工，不幸遇上死劫。记者张一智、詹姐台中报道。
局长嘛，有人向本色认证吼，嘛同款即个情形，伊嘛按算讲都应该青灯啊，结果处理了阁用弄着。我听讲，今即个有争议的车祸哩，咱高雄市一年啊，有将近免200几站啊。结果咱交通局有收到即个红青灯无变灯的吼，倒数完无变灯的通报，伫1903年较有4件尔，1904年较10件啦。那么今年呢，伫1月甲5月较拢1件尔。简单讲哦，有真侪拢无通报啦。啊，拢伫遐有争议的车祸啦，像这种情形，局长啊，你看要怎处理啊？来，麻烦主席。谢谢主席，谢谢吴言哈。拄则我那甲吴言有报告过哈，就是讲咱即摆伫理论上有两种咱做迄、那个简单的哈，倒数的秒数倒数的迄个机制啦哈。有人是讲，干卖设红灯，倒数秒数。因为这有两种讲法吼，第一种就是讲吼，咱为着要吼大家保持耐性吼，知影讲一个单外久，开会当赛吼，所以咱有用这个秒数倒数吼。啊，第二就是讲吼，利用又这种秒数倒数吼，很容易让人家就说哦，我看到快要到零的零，就他就往前冲。所以这个部分是在学理上吼有两派，你家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刚才有报告过吼。这个红灯倒数完，另外一边不见得就马上绿灯，是因为它必须两边都是红灯，让它能够去清空那个路口的车辆啦。最主要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啊，不过就是有一挂人看到伊红灯倒数甲零，伊就马上冲出去。啊，这个、部分吼，当然的议员也讲到，阮有收到一挂陈情。啊，这个、部分我们会整个来检视一下哈。看看是不是从那个红灯倒数的秒数跟另外一边的绿灯能够做得更好的一个衔接。好，谢谢局长。来，放另外一个迄个，咱的法规有写吼，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3条第一项啊，第二款，你行车管制号志与沿行红灯灯面的边啊吼。得附设可显示红色数字灯号之方形行车倒数计时显示器，买塞附设于黄灯镜面内啊，用于表示行车管制号志红灯剩余秒数。但是呢，说显示之剩余秒数仅供参考啊，车辆嘛是要遵守哈。同时显示的灯号行驶，你若仅供参考都没用啊！靠，咱的法规是写这个仅供参考的呢。安尼干脆就叫咱的市民朋友都到十字路口，都伊看心情，家己开，看要冲还是要提啊？局长啊，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倒数计时器绝对不是仅供参考啊！所以吼、哦，这争议的车这尼啊多哦，这若无解决真正哦，会死人。这一寡无必要发生的物件，拢伫遐发生啊！哦啊，所以民众嘛，感觉足无奈嘛吼、哦。啊，我看恁这交通局爱好啊，这个问题，吼、哦、来检讨一下，安尼无好啦吼。哦来，迄、那个就是我嘛，迄个我有叫迄个备询，迄个咱的副秘书长啊。哦，秘书长。秘书处副秘书。秘书处哈、啊。哎，来，时间暂停一下。好，哎。好，时间暂停一下。请他进来一下。哎呀、啊，那个副秘书处。哎。秘书处。哎，秘书处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嘞，阿母。有啦。有啦。秘书组长都甲传啊。有啊。你甲叫一下，秘书长，你甲叫。我是不是那个跟主席还有那个议员报告？我们这边那是无收到议会来的公文。秘书处，干呢？秘书处说明一下。秘书处，向大会报告哈，因为我们。根据议员的告知，我们发这个文，我们已经
因为这个事件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才收到议员的通知，所以我们也马上紧急发签发了这个公文啊。至于我们会也会担心说这个公文哦，可能是在公文的流程上批示或是发新闻的话，可能会时间上还会有一点稍微来不及，所以我们也先行电话告知。以上，谢谢。电话告知，电话告知，我遵守你，我遵什么？请秘书长来。是，嘿啦，是甲议员做一个说明啦吼，因为阮家也无看到公文啦吼，所以啊，一礼拜前发公文，恁该当叫来备询就对啦吼，敢是？因为都无收到公文，老收到公文，当然咱也。公文爱偌久？爱一礼拜，还是一个月，还是一年？来看议会家公文，看怎么已经到。你那个表示议会嘛？不是秒，不是秒，是议会是。因为议会要叫咱来遮，不是啦，这个议会我看免开啊啦。到议员叫副处长要备询，不爱来嘞。因是无收到公文，你个收公文哦、喔？啊，电话我咧敲打电报嘞，电话通知刚有送啊，好无？电话通知，应该是通知要看看我们议事厅是接到哪里啊？但是。就是讲，基本上咱是一定爱用公文收到公文，咱才有多人牵绊嘛。乱来啦，乱来。来车坐啦，要谢谢。或者，嘛，秘书长这跟你无关系啦，吼。但是我感觉，迄个是心内有鬼啦。啊，所以唔敢来议事厅啦。啊，像种人，才会当做升官呢，才会当做副处长呢，莫名其妙呢。副秘书长吧。副秘书长，是啥物人规定讲爱发公文的啊？阮通知未付，临时通知安尼未使，阁是议会议事组通知，既然咱的官员会当免来，来迄个主席麻烦市长答复一下，看是不是会当卖来的。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啊，多谢吴议员。即摆市长甲所有的局处长相关，是法定依法一定要到议会接受质询。啊，副秘书长啊啥迄，毋是法定，啊毋是法定，但是尊重议会，议会只要议会发公文说需要哪一个人备询，啊，他就应该来备询。啊，就今天来的就是依法，他一定要啊。但是有一些不是法定应该到，议员因为监督的需要啊，这个部分就是你啊，议会要发公文，伊一定爱来。好、哦，谢谢市长。但市长啊，张临时吼、哦，啊接到定情案件，啊要按啦，未付免啦。未付的话，当然我是一定通知议事组嘛，啊通知本人嘛，啊到迄个免来咧。嘛，第一道听到安尼，艺术组无迄个公信力啊！安尼艺术组伊都怎乖乖起来落啊？你艺术组通知代表市议会呢？好啦，那无来嘛，把紧啦，吼、哦，来讲一个较有诶啦。报告市长啦，吼、哦。咱这个新任的这个大牌副秘书长吼，伊当初吼伫建设局的时阵吼，八面玲珑啊，看到局内吼一个查某囡仔姓孙啊，足介意啊，我看可能也生出袂歹款，怎啊爬起来做七啊？唔是安尼尔啦，佮兼地下夫人啊。近水楼台先得月，结果吼、哦，伊有因某掠到了，掠到咧，嘛由当初的局长来协调啦，煞，甲这个孙小姐调去别个单位啊，转局处大家嘛知，这个
林大副处长既然无受处分，阁兼升官，我拢想无，像种地阁飘啊，有法度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真正，互种人升官，若毋是青梅的头壳真正有问题。那林副秘书长吼，外界对伊的评价不但是官僚真重啊，处事傲慢啊，为所欲为，拄着代志拢刻意刁难，简直哦是迄落插蛋啊！对市委形象够歹，一手遮天。欺下瞒上，专门来欺负部属，蒙骗伊的顶事啊！我想拢无，是安那？咱市政府人才遮尔啊多，要用一个有金钱事件，对某不忠，对提拔伊的人不义的人啊！外界风评遮尔啊歹的人。过来担任咱的副处长，来，那个主席麻烦秘书长回答一下。秘书长，请到，到。谢谢主席哦，跟议员做一个说明哦。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公务人员的这一个任职，或者是。他的升迁，那一定是。没啦，师德这么坏，会当升官吗？是，我家己原说明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咱个人的行为吼，咱的长官未必会知道。说真的，这个咱的公务系统结构吼，咱知影，就是讲咱所知影，就是讲伊伫公务上的表现。哦啊，如果说以这个方面，我们的相关的系统，譬如讲，咱的警方还是啥物，也没有这一方面的掌握的信息。啊，无提供予咱的首长，啊，当然咱首长伊也唔知，他只能够看到的讲伊工作上的表现，哦，大概这个是我们在公务体系架构的这个认知啦，哈。谢谢啦，小姐，秘书长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但是有真多吼，不少的，恁真正唔知啊，我拢知啊。伫咱金华区有一个足优秀的人才。学习才华拢比当时的林副局长较好，就是因为袂晓甲伊抱啦，甲伊的意见无同，迄个拍枪，迄个闹开甲夜宵啊，从阿里的面前甲变倒，我公务人员袂愿做会使咩啊？人甘愿退休啊？我相信这大家嘛知，恁只哥仔拢唔知。啊，所以我今麦就甲恁讲嘛，我阁有诶啊，我伫遮吼，要当面甲问诶啊，爱既然闪我，我嘛是一定，我得一定对冲诶啊，嘛阁有后会期诶呢，无除非讲到伊都退退啦，年岁也有啊啦，互较优秀诶人来担任啦，今仔既然用这套，啥物啊收着公文，啊拢未当议事厅通知拢无准算。阮先生讲真诶吼，对伊真正足想未开诶，靠一种诶呢。你有啥物代志来议事厅，大家面对不要紧嘛。有得有，无得无啊。啊，比如你年轻，你无爱，所以我阁留一则诶故事啦吼，留伫后集啦。来，咱来请教吼，咱警察局长啊，前阵啊。咱高雄市有真侪属性啊吼，生理人，啊经济较好的人士吼，有捐钱寄付咱警察局买咱的警备车加警用奥特曼。啊，因为安尼咧，地方的分局长、所长压力嘛真大啦吼，想办法要来完成。各分局派出所拢咧比较，啥物人的人脉手腕较好。基层嘛咧团呢，成绩也好诶吼，未来升官都有机会啦。
啊，那高野分局长吼、所长吼，你得自求多福。咱伫外口吼，有看到真多的消防车、救护车、水箱车、甲富康巴士，拢有喷着某社团、某吼地方属性寄付的，关的就对了，这台车会关的。伊嘛感觉足公营，会当关吼救灾救人的，才会单位来买车。咱警察是除暴安良、维护治安的人民保姆，但是我看煞无人关车吼，互咱警察局。我心内咧想啊，可能哦，真侪人哦，拢惊代志。譬如讲，即台警察车若五名事驾有啦。即摆都拄到歹徒，迄个警察厉害，都给消五名事啊啦，搞不好我都叫人卖灯给我啊，所以就无人要关车，就是安尼啦。但是大家拢足支持警察啦，真辛苦。但是我感觉去叫即个地方属性也好，即个一挂生意人经济较好个嘛，吼、来叫也好吼，但是我感觉较不恰当啊。我拢足惊讲，若有一天伊要甲咱警察，后尾警对迄有代志的时阵，要讨人情，到时咱就足歹做，会足艰苦啊。记者呢，嘛唔知要安怎。阮爸吼、做过民防的副大队长吼，伫民国七十年，阮迄阵啊派出所，阮拢派出所阮无配警备车，每到东风的时阵吼，阮家的车就提供给派出所做巡逻车。会使讲，予遐基层的警察感觉伫寒天特别的温暖。咱一般的车吼，一年驶超两三万啦，但是咱的警用警车奥多迈，迄件一年拢驶十几万、二十几万。啊，你来看一台车长期咧驶咧损耗，已经比别种车咧歹较紧啦。但是佮面对着，即卖即个歹徒，讲迄个高性能的啦，大马力的，有当时也要甲用吼，啊，个油门都吹较大啦，望尘莫及啊，真艰苦啊。我感觉讲吼，是安那咱代表正义的警察，照你的装备拢是上好的，才会变作像个泰国的。回想爱为着三顿来化缘同款，我实在感觉对咱警察替因作不平啊！啊，感觉因那基层真无奈嘛，伊嘛感觉拢有莫名的这个怨气。针对温南的质询，那麻烦局长回答一下。来，请局长答。谢谢主席，谢谢吴燕哈。这个五年，我有一挂好朋友，啊，这拢是正派经营的企业家，吼，啊嘛一挂老板，啊，这长期拢支持按警察，爱护按警察的，啊嘛有一挂朋友，伊嘛想讲要甲警察斗三工，伊嘛唔知我要甲警察安怎赞助，吼，安怎来支持，所以我都甲这些朋友讲，啊，阮这警察车，吼，那个警用汽机车。为较久啊，啊，大家当共同吼，迄、个来协助共享盛举，所以大家拢出于自愿的、主动的，吼、来赞助阮警察来替换迄个几辆汽机车。唔过，迄、个市政府安市长啊，嘛加支持安基层诶交通啊，就是说引擎的这些装备啊，所以去年甲今年拢有增加迄个预算。来迄个采购迄个警用汽机车，所以这部分按基层的执法，无可能受到讲啊，是不是因为这企业家的捐赠就受到影响？因为这拢跟遐无关的。我这边就是惊安尼啊，我这边就惊讨人情啊。去年这些大部分拢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这跟基层的因无直接关系，所以执法上不会受困扰跟压力。即我一点甲迄个，安尼基层所长就算无压力，通啊去目目标啊。我底绝对无这个可能。好啦，好啦，辛苦啦，局长啊。
报告市长吼，咱经济好，治安不好嘛，无路用嘛，吼、哦、对吧。啊，针对这个代志，唔知市长知影无？讲甲民间有无吼？啊，叫咱斗赞助，啊，包括局长好朋友，甲咱斗赞助来买警察车，安尼你唔知影这回事无？市长到，哎，麻烦市长嘿。谢谢主席啊，多谢各位议员。民间的捐赠吼，依法可以抵税，它都是透明公开，透明公开。好，谢谢市长。我感觉吼，市长啊，那警察的装备，咱是不是会当甲变医生？好有较好的装备，会当维护咱高雄市的治安嘛？啊，我感觉讲。那医生加加变一挂，和车辆也好，吼、哦，包括因的防弹衣，包括因的手枪，吼、哦，因的装备，这个拢有需要呢。吼、哦，卖用感觉讲，咱都用迄个旧的，用迄个老旧不堪的，这个变的，我感觉咱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应该拢无意见，大家一定支持的啦。吼、哦，是不是？你咱每年多，我咱的年底就要新医生啊，这样是来变也会付的嘛？是不是会当变医生，和咱的警察车拢处理拢是上新的？咱即卖高雄市是，对不对？宜居城市呢？你观光客遮济来，啊，佮来看咱警察车了拢讲，我感觉用上好的。市长你看，安尼敢好？来，啊，市长到。好，诶，多谢主席，多谢高议员吼。警察的车在法定可以使用几年，在公务机关这都有一定的规定，啊，不是他不可以说他不可以超过这个年限，因为超过这个年限就有安全的问题。啊，我对咱警察局、对消防局这两个局处，因所有的医生，市政府都是完全支持，啊，也感谢议会支持，因为因有当时警察的工作真特殊，消防局的工作嘛真特殊。有当时伊早起出来，暗时是毋是会当倒来，无人知影。Yeah. 所以讲，这个部分要安怎让因上好的装备，主要警察局、消防局提出来，市政府拢是全面支持。啊，阮同意讲，应该要让警察上好的装备。维护因的安全，伊家己本身也无安全，伊要安怎来维护治安？啊，从这个部分，我们都是全力支持。谢谢哦，感谢市长。市长他拄我本身有讲过哦，有人管消防车、救护车、追修车、护康巴士，都是无人管警察车。啊，咱都问啊，卖哦，咱局长哦，歹做人哦，伊嘛担忧啊，啊，部署的车安尼是变哪去掠歹徒？咱是毋甲变医生，我变有够，好、哦、啊！我相信你，市长你若毋相信啦吼、哦？你讲你去派出所也好，去分局看，有足侪警察车已经拢超过年过啊，嘛是无多，嘛是阁继续塞，继续徛。哦，这点吼、哦，拜托市长甲了解一下，哦，感谢。来放一个迄个相片一个来。来，我请教咱警察局长吼，这台是啥物车？啊，车牌几号？啊，局长啊，你坐车敢有遮好无？来，请局长回答。哎，警察局长呢？谢主席，谢吴言。哎，你用这车的车种嘿？哎，啊，一次诶。你带这啊？这啥物牌？这啥物车啊？哦。五百啊，你唱歌的五百啊吼，我应该是安尼啦。哦，啊你局长嘛，请教你的车敢有遐好？你坐的车敢有遐好无？我公务人员啊，所以所使用的车辆。我知啦，你的车我捌坐过啦，谢谢啦，感谢啊，请坐来。那这台车是咱的警察人员咧开的，对社会观感敢好？来，麻烦局长再讲一下。哎，局长请到。有当时啊，因为安尼环境，伊本身因厝的家庭吼，
经济条件都袂歹。啊，虽然吼、哦、有当感觉开这个车从个较招摇，啊，毋过人伊经济能力会当去买这个车，当然这是伊个人吼的自由甲权利。好啦，来好，谢谢局长，请坐。那经济好，因为你是公务人员，嘛唔通开到这个车呢，足敏感呢。啊，尤其你是高阶警官呢，啊，大家足目焦焦咧看，啊，唔知道当作是做警察偌好康呢。但这台车不是甲查出来是别人的车呢，唔是因家的人的车呢。这台车就是咱六股分局长的车啦，分局长出门拢塞这台车啦。这台车的油嘛是拢提供这台车的人在拉的啦，塞足久啊。那是警察局，那边啊无有，那是写六过分局，另外一边边啊是警备车。啊，阵则讲恁兜的车，恁兜有钱，敢得安尼？恁兜有钱，就替你做生意得啊。做咱讲真诶，观感足歹呢。有人向我检举吼，咱离婚局长哦，不但使面露五百啊，油钱伊拢是提供这台车诶厂商来支付以外哦，伊已经结婚啊，但是咧。小弟弟不乖啦，每个月吼，一个月吼，三四道吼，拢有一个伊的红粉知己吼，女朋友吼，拢会来找伊，拢会来住伫分局长的办公室的寝室，啊无就住伫个派出所有一间 VIP 的。专六区分局拢知，督促咱警察局拢唔知。搁有一道吼，因七啦要去中部佚佗，叫咱的员警吼载去，分局长叫一个员警啊载去。啊，这个原景是在上班呢，看有离谱无啦？我实在要讲实在，我实在也心酸酸啊，真正。唔知是分局长话山大王，我都唔知。啊，这今日驶这个车就够笑掉，够臭屁啊！佮七啊，佮会当每个月拢带来分局长室。咱警察局的人才这么多，保安大队长李金龙，你来看帅命，咱的特勤呢，咱的保台员警抓多少枪多少毒，咱的交代大队长这么多认真，我不知看几道啊，你中安路跟中安路甲中山路大路口遐，拜六礼拜搁伫遐指挥交通，甲阮个分局长同款两个伫遐。我讲实在有够辛苦，啊无嘛搁有公关室个，吼、哦，落开，即、這个嘛拢比即个六股即个较优秀。我看局长啊，即、這个分局长着爱调转来总局，去啊充实一下，去教育一下。哦，卖讲就近看管啦，好好好的人才去你啦，这种争议性的，就头拄仔我讲迄个副处长同款的啦，拢有争议性。这种素质无好的人啊，是绝对袂当我做官啊，那以我的标准啊。麻烦警察局长，大炮哥，哎，局长头。谢主席，谢吴燕呐、啊。
很多议员讲的遐，阮分局长的行为，我会请多那些做者了解。阿叔弟，看你答复。好，谢谢，辛苦了啊！无多啊，你都有够赞的，有够优秀。但是无多，咱有这种的，我嘛是爱讲，无讲我感觉是足艰苦的啦，真正。来，过来，我来请教咱民政局长。请教咱局长吼，咱高雄市有偌济里长、甲林长，因一年啊吼，自强活动变偌济医生？哎，局长到。啊，多谢主席，多谢咱吴议员对咱里长甲即个林长的关心。咱伫里长的部分拢总有891个，咱林长的部分拢总有14000几个。一万四千几哦？一万六千几。我这是877呢，啊，林长林你7343呢？林长891，891啦。是。好，啊来，但是迄个局长哥，迄个因呢，自强活动的预算呢？咱自强活动的预算吼，咱林长的部分大概是300几万，这是本地。我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是3000几块。林长3000几块啊，林长。林长3000几块。林长呢？啊，林长的部分大部分拢是伫即个咱故宫所那边咧编列的。来来，麻烦局长请坐吼。是。你讲里长自强活动3000几块，啊，两枚三斤呢？啊是要叫用走的佚佗呢，啊用走路的啊？两枚三斤变到3000几块，我印象敢若卖6000啊5000呢？你可能不了解阮，啊，拜来做功课啊，局长，这操作侪唔对啦。咱今年吼，咱的里长吼，咱的林长啊，自强活动一暝两日啊，3000块。里长两暝三日，4000块。4000块去带南投的米提大饭店呢，带了袂歹啦，食了有够歹。你要看4000块，爱个大，爱个车，爱个借，人家那像咧苦读里长同款，真，等下大家安尼搞斗甲袂价钱，我知影是变6000几块嘛，敢那厂商为着要做安尼变俗啦。我会记得咱的副市长吼，曾经的副市长敢那有去现场，嘛感觉遐食了做歹着无？啊，是毋是，主席？咱会当做见证，咱的副市长做见证来，请咱副市长。陈副市长，请到。多谢主席哈，五缘报告，我拢有到场啦。已经陆续有改善啦。我嘛拢会甲张局长建议讲，这个钱确实收呀有较少啦。4000块尔。要住两暗，迄个住宿啊，个游览车。实在是有较无够啊，所以将来看会当考虑是毋是卖两枚，还是一枚，还是卖其他远的所在，啊，总是爱所有缺点拢爱改进啊。这个吴议员报告。吴市长，谢谢。无啦，你民政局较重视你长的啦，后尾就4000块两枚三日，迄是免啊大嘞，免啊食。啊啦，安尼干脆卖办，事实嘞，要办就爱，咱真正要给委落台。我感觉讲，啊，恁有咧，那像话有对因有认同啦，你家用安尼，我感觉啊，像话你个处罚咧。来过来，咱迄个民政局吼，主管着寺庙的这个业务吼，本身一再接到检举啊，内蒙顺天宫香客大楼变相经营旅馆的代志啊，我嘛一再甲恁民政局反映。由民政局召集各单位联合稽查，但是民政局太多是安尼啦，无来啊！人观光局足侪单位拢要去，民政局就是无来。我伫即阵前过半月，我讲我阁受到检举，是毋是民政局联合各单位去甲了解一下？既然我得到的消息就是民政局无怨气啦，安怎？这事你知无？来，主席。这样，这样倒。
甲即、這个诶、欸，主席啊，即、這个吴议员吼，因为即个顺天宫吼，伊那我知影咱议员有咧讲到伊诶即个乡客大楼即个部分。对，我问你啦，我有叫联络人甲恁讲，我收到检举批，爱去联合稽查，恁有去无？你知影即个代志无？因为阮对联，阮对顺天宫吼，其实阮大部分阮咧。无啦，有无都无几分钟啊？有无？你知影无？阮知啊。你知道？啊！你知你叫卖伊就对啦。因为阮就业无相，咱是有互相来，你请坐啦。分工的部分。啊！恁你即卖是看顺天宫后台中的呢？啊！你唔敢甲稽查？就是你这软哥哥的局长无经假，你知？人国单位都要去，你唔卖去。全高雄市的，大家拢嘛知影，顺天宫的主位掏空银行几啊十亿，用遐掏空的钱起庙的啦，拍卖工厂用三亿去撇，去客顿来，个人厝的人家己在经营，用不法手段摕来的钱，来起一间号称六千级的乡客大楼，你唔知道？你活动办遐啦？恁相关的单位无避嫌，活动去办咱遐？为什么敢卖找一间历史较久的、较有公信力、地方较支持的庙来办啊？互伊淡仔处理，淡仔讲，市政府拢伊的人，吼、哦，听了有够。一般的人，一般人经营饭店，照规矩来。因既然用变相乡客大楼来做饭店经营，走水。安尼我看看吼，局长你走一个建议啊，干脆把遐姓名拢请请出来，来改做顺天宫百货公司啊。啊，对面那溪底啊，改用一个水上摩天轮啊。我想可能会带动咱内蒙的经济吼、哦，金融嘛较流通啊，真正。啊，你看咧，你看恁有需要去甲联合稽查无啊？来，主席，拜托局长个。局长，打扰一下。哦，多谢主席，哦，多谢吴议员吼。我相信吴议员阮提醒，阮会找时间过了解者。谢谢。来，我再来请教咱环保局长哈、哦，局长啊，请教咱这个环保顾问公司协助咱做稽查的工课哈、哦，需要什么资格？期限要多久啊？啊，这个环保公司有顾问公司有经过考核评鉴的机制无？来，请。局长，打扰一下。谢谢副议长啊，谢谢议员哈、啊。有关因为环保的工作足济啦哈、啊，所以环保局的对外去招标哈 啊,、嗯、啊，请这个有关的一个顾问公司哈、啊，环保的顾问公司来协助这个环保的这个工作。好啊，伊有这个相关的计划，有时阵是一年的，啊，有的嘛有两年的。啊，有三年的无啊？三年的目前应该是无。啊，那有嘞？一按年，一按年，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底渣的再利用。我再有一间呢，这个固定污染源稽查计划连续三年拢是同一间，迄、那个顾问公司标到呢，敢是？这个部分是安尼，规个计划对外是公开去做招标的工作。啊，看这个业者因来做投标，啊，这有可能就是迄当时来投标的拢加一间尔，所以讲，但有可能就是讲，这三年共一间来做这个工课。来，局长，请坐吼、哦。咱即卖环保局有当时处理取缔吼、哦，即个空污吼、哦、噪音吼、哦，拢是由顾问公司陪同嘛，对不？
啊，既然是咱的，也是因的啊。来，局长。因是合作一个工作啦，所以因这个顾问公司对我来讲是类似一个行政上的助手。好，谢谢。安、哦、尼，主导什么人？主导的，当然是环保局这边啦。来，请坐来。我就感觉足奇怪啦，即摆环保局咱公务人员主导嘛吼。我有一天啊，接到一个定情的电话啦，就是咱今年的这个清明节连续四天的假期。阮大拉伯龙凤里啊，龙凤宫的头前庙，三四十个老伙仔伫遐欢喜啊，伫遐唱歌，用台发财啊，叫台发财啊，千五块唱歌，啊伫遐煮一寡物件。哎呀，大伯讲伫遐唱歌一日啊，尔讲咱环保局来，讲要甲开单。我同我讲，我同我电话甲伊讲，我讲哦，中官因这老人伫遮，是毋是叫转啊细声的倒啊？伊讲。安尼好，无要紧啦，吼！因为我讲个老人都，今仔教囡嘛吼，啊边啊嘛无啥物徛家，结果一个啊尔，佮靠我讲，啊边啊一个少年啊，讲要开单啦，我从啊，赛去现场，我赛现场，我看到，迄个大家人煮一项菜，啊三十几岁，拢一个拢七八十岁啊，你啊我讲，啊敢有需要开单？啊你开，你边啊中油？台灯中港你唔敢开，啊！这老人唱一个歌，得去开单吗？我讲你啥物单位的？伊甲我讲，伊顾问公司的。你甲看，顾问公司的权遮大，你敢知影外口拢讲安那？遮做环保的，诶，招商啊，上惊着顾问公司的，讲伊就是咱的地下环保局啊。好，机长，请到。诶、欸，正甲议员报告吼，议员所讲的这件是民众来定情噪音啦吼。啊，事关我有去了解议员所讲的这件代志吼，当然有在甲报告啦吼。基本上是迄个顾问公司迄个人吼，伊袂晓讲台语啦。啊，所以讲有时阵吼，都伊在应对上可能有一点啊误会啦。我知影是大概是这个情形啦。好，谢谢吴明士议员。好，休息十分钟。